万物皆可吞噬。我从阴影中走来，我会清除世间所有的黑暗。玩这款《山海经》，开局一定要十连抽。如果你抽到上古凌坤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是真正的欧皇。上古凌坤作为2021年版本之子，拥有玄冰神技冰冻射线，按住瞬间冻结多个异兽，造成冰封效果。特别适合异兽乱斗的场合，还能通过吞噬进阶为变异神鲲，解锁全部的吞噬，轻松爆榜《山海经》，赶紧下载试一试吧！正午《山海经》升级靠吞噬，孵蛋看欧气。